我们 MC 梦想改造家第二期，这一片是我做的。我感觉我养殖场太破旧，跟随我们这么久，我们的宠物住得很不舒服。来看粉丝改造以后，这是我的养牛场，羊在这儿，伴随小楼梯上去。六六六 ，XYG， 哇，张小菊，六六六六，旁边这是我的形象吗？我的形象在这儿。然后他说这个东西是刷石机，里面应该是可以用的，这个可以按。哇，这精妙的小设计啊！这那个什么全自动烤那个。这个是剪毛机、啊、里面有毛，谢谢，很厉害，很用功，好吧，那我们这个688的世界又看起来整体丰满了很多。这几个建筑你们觉得怎么样？